华裔设计师 Daniel Wang 曾效力于 Alexander McQueen， 于2014年首度发表个人品牌，其强烈视觉及印花一直为品牌代表。今年四月于米兰开设海外门市后，更在六月进驻台湾开设 Pop-up Store， 全店大胆使用金色的豹纹图文，同时运用了多种华丽的印花及品牌视觉陈列，相互呼应，折射出明亮不失活力的光晕。从独立店外的装饰营造出复古及前卫的时尚氛围，全然的时尚更象征了品牌个性鲜明的风格，现场仿佛置身 Daniel Wang 的探索丛林。今天这个穿搭就微风限量版的黑白系列，很像丝巾的这个上衣，非常的好看。Daniel 衣服用的质料我觉得都是让人穿起来非常舒服的。我觉得我们每一次都想要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感觉，因为是第一个 Pop Store 第一站，对吧？所以我觉得也是用到我们品牌比较忠实的元素。